Hello， 全球的生肖朋友们，大家好！在这边，老师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哦，恭祝大家在来年的2022壬寅虎年顺风顺水，步步生财。我是 Rex 老师，你们的专属命理还有风水老师。新的一年即将开始，很多人对自己的生肖运程都非常的好奇，到底是好还是坏，都想要进一步的了解。所谓了解自己，就足以战胜世界。还没有观赏视频之前，记得 subscribe 点赞关注，还有点击小铃铛，不然以后新的视频你们就接收不到这个通知了。这是老师的这个网站的二维码，想要了解老师更多的讯息的话，你们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那这边呢是老师 B 站的二维码，想要看到老师更多的视频，也可以扫描这个 B 站的这个二维码。那我们现在就分享一下十二生肖朋友们的各自的运程。蛇的朋友在来临的2022壬寅年里面呢，要稍微注意了。今年因为有很多的凶星出现在你的命宫里面，所以今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一年，有非常多的考验在等待着你哦。但是你也别太过担心哈，因为有这个三白星，还有这一个太阴贵人哈，在你的命宫里面出现，所以说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无事化吉祥哈。那在事业方面，属蛇的朋友由于今年有太阴贵人的帮忙，所以在事业方面呢会有非常好的发展。有三台的出现也可以带给你财富上面的增长哦。但是属蛇的朋友也不能够过于大意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年有一颗凶星叫冠锁，那冠锁的出现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小人是非啊，所以今年我们属蛇的朋友在事业方面交朋友要稍微注意留心一点哦。OK，在这个2022年哈，这个属蛇的朋友在财运方面啊，财运方面正财还是可以的啊，因为有这个吉星的帮忙。但是在横财方面呢，由于这个冠锁的出现啊，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些我们所讲破财的这种几率啊。所以说我们今年属蛇的朋友在投资方面呢，或者是钱方面，千万就不要借出去咯，否则的话哈，很容易就会肉包子打狗哦，一去不回头。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今年的这个财运哦，到底是有多旺哦，哪一个月的财运会比较好，那财从哪里来的话，那老师建议是跟老师预约一个时间哦，叫老师帮你把你的财气给勘察清楚哦，这样你得到你今年财富的几率就会来得比较高哦。所以你可以联系老师哦，下面这个电话号码啊，你只要WhatsApp 给老师，WhatsApp 给老师，老师都会回复你哦。那另外今年哦，属蛇的人在感情方面哦，也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了哈，也没有太多的激情，也没有太多的争吵哦，就是平淡和顺的度过哈我们2022的虎年。那单身的朋友哈，今年这个你想要感情一段新的感情的话，那几率也是不太高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年呢桃花低迷啊，基本上也就是没有桃花哦。那老师建议你在自己的穿着上啊，打扮上啊，做出一些的更改或者是改变哈，让别人哈眼前一亮啊，这也是比较容易让你的气场做出改变啊，甚至可以吸引到一些异性的注意哦。那属蛇的朋友健康方面哈，就真的要注意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有一颗凶星哈，叫做勾角。勾角这颗凶星哈，是会让属蛇的朋友出现一些突发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啊，比如说突然间哈盲肠炎呢啊，突然间呢哈就这边呢哈出问题，那便又出问题，可能就要去急诊室啊就医的那一种。Oh no！ 还有就是这个勾角的影响，所以今年新冠病毒对于属蛇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哦，所以说属蛇的朋友啊，没事就别乱跑哦，乖乖的就在人少的地方活动就好了。那要避免今年呢哈有更大的不幸哈会发生在属蛇的朋友身上，老师是建议啊你
请购一串老师精心制作的这个六级三合手链哦，它可以很好的帮助属蛇的朋友呢化解掉这一些凶星哦，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哦。那老师也准备了很多的好料给属蛇的朋友来提升你们的运气哦。那属蛇的朋友们听好了，那今年我们的属蛇的朋友如果想要把这个财运呢提得更高更好的话。那老师建议你是换一个钱包，换什么颜色的钱包呢？金色的钱包，金色的钱包 ，bling bling 哦，金色的钱包。这个金色钱包不好找哦，所以说看完老师的视频哦，马上去买一个这个钱包哈、哦。是长的或者是短的都行啊、哦，没有什么问题。那另外的话哈、哦，找一张钞票，它的尾数哦是49，49。把它放到你的钱包里面啊，尾数是49的这个新的钞票是最好。那另外如果不小心把这个钞票给花掉的话也别太担心啊，找一张新的放回去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那手机的话是现在人不可不备的一个工具嘛齁，去到哪里带到哪里。那如果你换上这个新的手机壳的颜色也可以去到哪里幸运到哪里。这个手机壳的颜色呢是白色的手机壳哦。那另外呢这个属蛇的朋友除了自己的幸运以外呢也要把更多的好运带回家。那今天你要怎么样把好运带回家呢？你可以在你的家门口放一片红色的地毯，红色的地毯哦，啊，把它放在家门口外面，家门口外面啊，那就可以帮你的这个家里招进不少的幸运还有财运。还有老师也会免费送出2022年虎年免费的这个生肖运程的电子书啊、哦，在这本电子书里面呢是包含了所有生肖开运的这个秘法哈、哦，还包括了年初一、年初二，还有这个立春的这个醒财法哦，是非常难得的，所有的秘法都在这本书里面，而且还不止哦，老师还精心制作了这个12生肖开运的这些音频了哈，都会在这本电子书里面。如果你想索取的话，请立刻扫描这个二维码领取啊、哦。看到这个二维码吗？哦，你只需要用手机哈、哦，跟它咔嚓咔嚓一下扫描一下，那你就可以免费拥有这本老师精心制作的电子书。好，那喜欢老师的视频的话，记得share 哦，让更多人哈、哦，这个可以看到老师的这个视频哈、哦，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啊、亲戚啊，让他们也可以获得在2022年里面的那一份幸运哦。好，我们下次见，拜拜。